烧窑的车要来了。今天卖了多少？才卖可能有400斤左右吧。啊，老板娘，要是这个老板娘上次没有拍，啊，他开始就油放出来了。我们就是油放出来啊，满满一桶的，这桶太满了。本来我想两满两桶的叫你们来的，但是你们来到这边烧了，就顺便叫你们拉了。哎，那这个油呢，就是他从那里倒过来的，那边还有一桶。轻的就是说重的肯定。用的。烧窑的，这个窑漂漂亮，直接抄上去。第二桶啊，现在应该买了多少？应该是300多斤吧。169，看到没有？马上超到里面去了。有没有30斤？两个桶。没有。啊？23斤了。广东的土地，啊，走了，好，行，棒蛋啊，他说有差不多100吨废油。